有组的东西接获大溪区民权东路的住宅火警，那总共出动29车69人。到达现场的时候，现场火舌窜出，消防人员立刻部署水线进行救灾。那现场并没有任何人员受伤受困，火势在8:05控制，8:28熄灭。现场火灾原因由火灾调查科进行调查。